来给你们来个超级特技啊！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开始。溜了。来，我先讲一下啊。这个前面这条赛道看到没有？我直升机贴地飞行。哦。给大家表演一下啊！我飞机的技术非常屌。嗯。而且我不会爆炸，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杀狗。来，第一个点拿下，好吧。这就是美国迈阿密车神。看操作。哦。呀哈。飞高了。加速器飞出去那里，风油门吃加速器，让它自己飞，稍微有点小瑕疵。哦，你在教我做事啊？扎稿，来，无敌了啊，无敌了这下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我的速度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他妈的叫船。刚好这个上夜路之前，我提个灯。哦，哎，你看牛不牛逼？快不快？贼他妈快啊 ！Nice， 怎么控制不了方向？哎，这个怎么控制方向？老毕，船翻吗？对啊，你没坐船舵吗？扎搞，这个岛上可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，但是咱们都可以吃啊。这边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帝王蟹。哇！哎呦我操！今天晚上饭有着落了。啊，真香！哟，他过来夹老子。没事，他夹我一下不是很疼，我掉的血不多。哎呦我操，有点疼！哎呦我，操！完了，他在推我的皮艇。扎搞，健身房认识个小妹妹还不错啊，然后刚上班没多久，感觉蛮聊得来的，说不定这个搞一手啊，到时候说不定我可能就会成为有女朋友的人了。你们以后千万不要跟我装逼，我也有。哦，我爸前阵子看一个主播，男的刚被女的骗了40万。男主播被女的骗了40万？对，男主播，你小心点。你看别人要是万一有一点谈恋爱的念头啊，就一各种祝福，你们跟我说这，哎呀，小心你别被骗了啊！扎哥。